火箭正式签下安东尼火箭总经理达瑞尔莫雷，今天官方宣布正式与卡梅罗安东尼完成签约。根据此前报道，这是一份价值240万美元的一年老将底薪合同。安东尼作为2003年的探花秀进入联盟已经有15个赛季，在此前所参加的1054场常规赛比赛中，场均可以得到 24.1 分 6.5 个篮板3次助攻，也是 NBA 有史以来11位生涯场均至少24分6篮板3助攻的球员之一。上赛季安东尼在雷霆表现不佳，场均只得到 16.2 分，赛季结束后被交易到老鹰，随后完成买断恢复自由身，今天正式成为火箭队的一员。